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切一下双色板，然后看它的切割效果和切割速度是怎样的，来大家一起看视频。今天咱还用这个9060，然后900毫米乘600毫米的切割弧面来切割这个双色板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它的切割效果，切割完的一个图案，看它边缘还是不错。速度的话用的是20的切割速度，20毫米每秒，速度还能提高。